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2浙江平湖 CCTV 快棋赛。今天呢已经到八强了。那么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这盘棋呢，是由谢尔豪执白对阵陈贤的对局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丁烈六段。丁老师你好。喂，邱老师好，棋迷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棋已经下到八强了嗯，啊，这个也很快就决出冠亚军了。然嗯，嗯，后这个 CCTV 快棋赛呢，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比较有特色的这个，每年的冠军都不一样。嗯，嗯，对。是上一届是柯洁，但是柯洁在是第二轮还是第一轮，就输嗯，给陈贤了输给陈啊，贤，刚输给嗯，陈咱们贤今天要讲的这盘了。棋。没错。那么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这几位选手呢，像李清晨，他已经昨天输给池悦嗯，了，所以今年呢，可能这个冠军呢又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嗯，新的冠军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。这个是陈贤执黑啊，对阵谢尔豪好，啊。这棋呢是快棋，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快棋的规则，跟以前的这个传统的快棋规则呢有所改变，因为是为了备战农心嗯，嗯，杯农啊。心杯。是，它是每方1个小时，然后一次1分钟的读秒。对，黑棋这个下了这个小目啊，而且下了个对角形布局，这个比较少见一些。然后守了个大飞角。嗯，挂这边，是。小飞。这个都比较常见，应该说。白棋拆起来，好像小飞的是拆嗯，大的比较多一对，些，是多一吧？些，当然别的也都可以吧，就这个可能发展性来说可能会好一些，因为左边也是白棋的角嘛，配是。合还可以，挂一下，黑棋挂一下，白棋就小飞，然后又挂了一下。嗯，拆这个。拆的是这个位置，对，是的，嗯，拆的一个中间的位置，两边都嗯，是四个，对，好像还比较少见啊。正常大家感觉可能会这个会多一拆些，这个是吧？对，他现在可能就想要注重于下方这个两翼张开的一个构造吧。是的，但这样的话，很明显上面会多一个打对，入的好点，嗯。这看起来他拆在中间之后，白棋往这里打入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对对，不会往这打的，太窄，再往这打有点是，苦了，生存空间堪没忧。错，那看来就是黑棋就等着他往那儿打呗，嗯，嗯，待会儿就是，对，但是也不急嘛，现在就这个棋形，眼见的这个是一个绝好点嘛，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后续的下法，没错，很他大。挂住他，挂住他。一般来说，黑棋在这一带的应法，比如说我尖顶嗯，啊，怎尖么顶样？这个。然后再走一个，比如对，说这样这个是比较比较长稳普健通的，吧，看嗯，起来比较扎实一些，也是可以嘛，对吧？但这样的是。话，白棋这个拆的还比较舒服，就所以是，这就是为什么人家飞起来之后，他之对，所以拆得比较远的这个原图因。可能比较满意吧，白棋配合上来说，因为你如果嗯，说拆二的话，你嗯，可能这个子觉得不如放在这儿好。对，反正这样白棋就算先手便宜了，可能再走别的，嗯。他实战好像就也比较看清这个地对，方，但是我刚跟这个思路好像是比较连贯的，就是注重这个两翼张开，是的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扩张，嗯，对，然后白棋他觉得你既然不硬，那我就进角以前好像还有尖的下法，后来说这个对，尖不一定不一好，定便宜，不嗯，便宜，可对。能他就算退出来，你这个走一下也没什么，其实，对，就唬了一下嘛，嗯，以前就唬到一下你就一定赚了，好像未必。对，就直接脱了力，对，他就单就拖。觉得这两个子不走，黑的眼位其实就也没那么好做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如果藏在这儿想做眼的话，他想破你眼，他还可以点对，到将二来里如有去。个点，嗯，是黑棋实战，的，他下了一就步完反全意料之外正是。也比较飘，这种棋，飞一个，嗯，那感觉大致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嘛，就出头呗，反正是要出去嗯，呗，那就飘了一手。
往这儿飘一个，那个白旗下的。白旗这个还是想灭眼。对，是的，这个意图还比较明确，看起来。而且也是先手嘛，这个棋形有断点。是的。嗯。看看黑棋，黑棋呢？它是靠压，不断。这靠压这个。这个是当初这个飞完了就算是连贯的手法吗？这飞我不知道，他应该也没有说一定想到对方跳吧。但这个时候想一想，除了压也没有别的棋形啊，这总不能贴吧？这太损了。对，好像不太对。这个黑的棋形效率太低。待会被人家这飞一下之类的。对，白的子效明显比较高一些，贴一个有点俗，不太可能。那这个地方好像也就只有压了。压应该是整形的一个下法。压一个的话，白棋能不能搬起来呢？他是打算断吗？这就是个疑问。这能断吗？这断被长一个，还是打吃就糊了？打了粘。打了粘怎么办？气了？不会，有点大吧？好像。看上去气了，效率是挺高的，白的。那不气，不气怎么办呢？也不太会，好像。就跑，你把我吃了，糊一个。也算是种弃子。那如果说你不能断，那白棋难道不是考虑搬起来的吗？那不想让人家糊住是吧？就不想让人家糊呗。那糊我就打一个呗。就粘上了，就这样。他觉得这样。没劲，后手，跳一下，活了。这个点将来点了，他接上这个扳还不太好连，是吧？对，感觉点不是特别严厉吧？那这冲断好像也应该也不太会，感觉黑的还挺安全的。那靠着他扳起来就唬一下算了，是吧？好像觉得断一个确实挺亏损的，就是觉得不太肯。要么就断一个气了。是，其实这个确实得判断。是。局部白的效率倒是高，但是黑棋配合确实也好像也还行吧。配合也很舒服。里边说不定将来有没有什么味道。是不是有点奇啊？如果长线手挡住什么，如果把这拔了。不知道这个扳。其实也有点想断，有点想断。不是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就是这里边将来尝一个，将来味道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是不是还有点东西？你说这样死了之后是吧？提了之后这个尝了，尝了挡住，尝了挡住是什么？有味道，当你只能粘嘛。是的。糊一个，冲一个，糊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打劫活吗？可以搬这个。搬到近火。尝这个。尝这个是吧？对，尝完挡住有棋啊。然后挡住。把这个。有棋摆的效率就不高了。他冲一个。搬。将来嘛，将来看清这地方是。我想想，他怎么下好一点的？要么我就打住。哦，打了打这个。对，是打了可以打这个。要么你就单走。我不能单走，只能这样走。单走也不行。这样倒是啊，他打劫。好歹有个劫。反正有点味道吧，也不见得一定怎么样。或者说这子儿多了，我直接断这里边杀气。如果有个子儿，好像，反正如果有点借用的话，好像也能接受黑棋气了。毕竟配合挺好，这拔了对外面这个还是很舒服的。是的。好像黑的可以接受，白的可能不太肯吧。我第一感人家靠压，我总是想搬起来的。对，第一感人家是搬。觉得往里边藏。这肯吗？这样。他是单尝了一下，然后再搬。这样黑的棋形就比较好。嗯，人家这样黑的棋形还挺。他肯定不会再去断这个了，断这个多损啊！
就算了呗，再压一下。嗯，长。这其实前面保留时间有一个小时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时间计算的哈，也刚开始嘛，也没下几步啊。嗯，那这样我感觉黑的先手，而且处理的感觉就还算挺舒服的，获得了一个先手。但是为什么觉得白棋就现在这局面，就感觉这步跳好像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点。下的不是地方是吧？就如果这样，肯定不会往这走嘛。但是他等于说，相当于补了一手，但是这地方定了一个形。那下一手黑棋，我本来我是觉得黑棋局面挺广阔的，感觉黑棋大有可为这个模样。我是觉得他实战他跳这个，有点把这个格局变小了。如果不跳的话，我第一感跳这个。啊，往这儿跳。我感觉你先把蛋糕做大点儿。他这代肯定有棋嘛，但是你是怎么个进法？对，你很麻的，因为这到处都有打，但是你选择了一个方向之后，你可能别的地方就不能操作了。对，就看你往哪儿打。对，我觉得黑棋这样的话也能体现出这个子的优势，这个子比这儿明显好。这个子放在这儿，然后配一个跳起来，这地方的效率规格就变高了。我感觉黑棋的应该是什么跳，然后再跳，就是等着白棋进来呗。就跳这个效率也没特别高。就这个棋也需要判断，你跳这个白的可能就不太会进来，但问题是你就把这一块空围住就够吗？这是个问题，确实。我总觉得这自己干巴巴的围，这不是一个好的策略。就感觉对这种效率有点硬，有点生硬，就觉得围控。就感觉效率一般了。我不太喜欢这种围法，说真的。所以我一个一个扑。我感觉还挑这个，等着白棋先出招呗。是。这样的话，白的倒也简单，因为你跳这个的话，白棋可能需要去思考很多的东西，很多图下法，每个思路选择都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好像白的没得选，他肯定要往这儿。我别的地方没得打了，我只能打这边了。而且这边的话，我感觉，那既然如此，我觉得他是没有发挥出这个子的优点。如果在这儿你跳一个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好。你在这儿跳一个，总觉得这效率蛮一般的。不是，如果在这儿的话，白棋是不是赶紧得找个机会，得从这儿锤着？那我挑了一个，你再进来，这个其实可能也会被攻得比较惨的。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好打，这黑的又走了一个，或者说，还有没有别的下？这样打这边也很苦的。不，我是说你这个跳之前，我就想想法早点打进来。对，这个时候再打的话，对，我是觉得他实战的操作好像不太对了，感觉。你要发挥出这个子的优点，就应该跳这边。你还跳这边，我觉得这个子选点就体现不出他的优势啊。是。不，他这个怎么突然之间？我感觉黑棋思路上，我不知道好坏啊，但是我感觉从思路上来说有点不太搭。黑棋瞬间他转实地去了。他是一个程贤是好像唯一一名在职业选手当中他是农村户口。他是比较有特色，然后他的棋也是特别扎实的那种，就一步一个脚印儿的。以前也看过他的棋，有一次讲他的棋，我给我印象可深了。我就觉得，哎，哇，这个围棋原来是这样下的，绝对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人，就只能说扎实是，很扎实，非常扎实。但是我觉得这看起来不太对哈，这个结构是感觉布局，你得有一个整体的思路。你扎实点，那你前面就别下去，你直接拖了连扳，多扎实啊！你可以扎实嘛，但是前面的那些，比如说你的下法来说，还是比较注重于发展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他这个挂完了，他不是挂这个嘛，然后就对啊，就想这边的定型，你看，就两边都白棋全部围住了，黑棋这个东西等于说也是当后视看嘛。那你怎么发挥出这个优点呢？
我觉得托勒连班的定式跟这些下法就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，就有点这种感觉啊，但是他有他的思路。没错。我们看他这个他地方这是个怎么定型的？就突然打了个定式嘛，托勒连班，就然后走打吃，取石地接去了。上白棋接。我看现在好像很少有挡下去的下法，还真是。挡下去也有，那这个配合就不会挡了吧？这个配合挡下去有点损失地。但是如果说现在你不想挡的话，他也可以。那我被那你你就力道一下是吗？等于说。力道两下便宜，而且挡他是觉得被他不断一想下被是人吧？断一下就这样，吧。这个棋形，如果说白棋挡下去的话，被断一下，好像觉得断开了这个作战的话，站倒是暂时也不站了，暂时也不会暂站一下。时会站，但是留着站出来的下法是吧？对，意思是，反正这样，而且他现在粘这个有一个好处，你打了，你吃角的话，我也不挡吧，我就这样脱先了。哦，你可以脱先了是吧？如果拐回来的话，就我感保留觉，这边的对，我先感手。觉顶一个比挡是不是还大一点？我先脱先嘛，你拐我就顶掉拐住算是这个意思，了。还挺灵活对，反正粘上和选择性会多一点，的。那挡，倒是。所以他粘上，他实战是这样的，他黑的是还是拐回度来过，的。拐回来，就快棋呢，就是这种地方，就是选择很难。这选择是最困难的一部分，不是说你不知道以下的变化，即使你知道以下的变化，你也不知道选哪个图才是最正确的。得多花时间多判对，断，这得判断。那这个我就感觉白的还是比较舒服，看起来白棋下的好像还是挺舒畅的，就是这样。从子校的这个理解上来说呢，我觉得是白棋发挥出了每颗子的优点。就比如说你现在这后士配合过来，它这个拆边的位置就比较好，它比拆这儿好。而你拆边的位置呢，我觉得就不太对不是最好的那个点，就感觉它的子校啊。看上去我是觉得白棋更充分，这多好的一个棋形啊！是的，等于说黑棋这地方它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的，它把实地拱手相让，而且白棋是很饱满的形状，黑棋获得了后士，那你这个选择这后士没用啊！我觉得整体上来看还是白棋舒服一些，我感觉冲了一下，很执着呀，我觉得。然后刺了一个，接上。走完了，冲了，只有拐过，就不能被挡下去吧？就冲对一呀、个撞一气。啊，那冲了肯定要拐，然后它这个挡就变得比很大了呗。就突然话锋一转，本来我以为黑棋在这步跳之前，这盘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构想，对吧？一个大模样作战，双方胜负取决于这个制孤与攻击，结果突然之间就转为实地的对抗了，黑的一通捞。但是我看了一下胜率，怎么居然是大家会觉得很神奇？就是虽然我们感觉黑棋下的好像有点僵硬，或者说这个配置很不舒服啊，因为这个下的很厚实，没目，人家两边目守得好好的，这个后士也很发挥，配置这个间隔都刚好。你现在不敢从这儿进吧？这个进是不是有点危险呀？看对，不见得便宜，着，最近。是。然后这个是看一下胜率，这个黑棋都已经掉到个位数了，对，差这么多，其实也没有多少，也就差6目，这对。显示目差6目。如果说是白棋领先6目的话，那就是说盘面黑棋还好，那有肯个定一两好，目的对。好黑呀、但是对职业棋手来说，这个胜率确实掉得挺快对的，呀、就我是因觉为得现在他手布局速好没像多少，没多少啊。所以我还是说整体的构思嘛，所以不看太出对，好来像看起来。AI 也是认为白棋要更合理一些。是的，是的，然后黑棋爬过了，现在轮到这是先，白棋先试探一下硬手。对，这种东西其实大家要学习，它不是是，为了出棋，它就是想看看你怎么硬，然后根据你的硬法呢，来看看到底哪边能获得一点点借用，一点是利的，益。是的。对，就是有时候别人围控，咱们可以多去试试硬手，说不定试着试着能试出点东西。
黑棋它是立了这个。如果说黑棋这棋，假如说它搬在这儿对，那我借用就多了嘛。搬一个，那假如说我打，那最少这个打已经对，先手多个打了，的你知先道，手，对吧？那还有可能会立下或者去。我暂时先放着，也有先可不能走，以后这边我如果这边我也有可能搬这也有边，可能搬这个，对，就这样我就有点头绪嘛。是的，是的。退一万步说，以后万一外面全走后了，啥没有，我至少劫财留了一堆，不然万一外面全走后了，以后走这不见得是劫。那如果说黑棋藏在这儿呢，那也有一也有些，些总有借一用，些，至比如说少，尖，比如说我这打入就有关系，我这尖就要出棋了，就多个托，对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一种，看看你试探一下，然后看看你怎么应，根据你具体的应法来决定我哪方面有一些借用，他实在立在这儿，哎，那他觉得这地方好像多点借用，别冲的进不去，说，比如说托退拖啊，一个，托了什么，这个子能有点借用。他打入在这，这步棋其实够狠的。这我觉得作为黑棋这一方来说，这个，不，这个如不想果，点办法哟。对，如果就没有什么好的攻击，就白棋就这么活了，黑棋我觉得时控是完全不够的呀。你如果这边被打掉了，你就这一块控，问题是白棋是两块啊，我感觉这块就跟黑棋差不多大，那但这块，你拿什么来抗衡呢？对吧？所以这个也不能让他轻易的他就，这里我下个狠点的，这儿行不行？我觉我得觉得白棋可能也不见得白为了棋，局比如部说一从定，这边，他这先是托个是个应手，那我只能搬了。然后那这个不搬怎么办？他是不是这种点断一我就怕你尝一个，飞一个就活个？啊？哦，我觉得了。活你了就靠住，不如这种，不如算了，是吧？你这个吃的不大的，如果什么挡了扳我虎一个，这其实吃的挺重复的。白的可以转身，白的其实比较灵活。所以黑的走上面，我觉得这地方是有这一个底下点。太空虚了啊！这个点一个是眼见的，就是你挡我就搬了虎，那你这颗子肯定是已经被切断在外面了，毫对，无疑问。所以我觉得要吃得狠一点，让那他这下往。在这儿是吧？对，这个。你要往外跑，白的肯定也不太会这样跑吧？太无聊了，这样，这个跑太，有点生硬。是，要走的话就考虑这种，比如说这样行不行？对，就靠一个，我也这不底会下考。味道我好觉得恶。黑棋考虑的是要考虑一个总体的一个攻击。这个时候就攻击就很难了，因为你想把这两个子全部吃下来不太容易哈。那你这攻击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就很难了，这件事情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。正在浙江平湖进行的现场画面啊，这个是李清城对谢柯。这两个也是队友啊，围甲啊，一他们个都队，是围那个甲一苏个泊尔队杭的，州队的，对。是去年的围甲冠军。然后李清城是拿过一届这个 CCTV 的冠军的，那他拿冠军那年，这个比赛的规则应该还是就传统的那个快三时十规秒则。十次那种。是的。就一开始就读秒，然后对，你有10次超过的机会，我感觉一开始就读秒，这个李清晨这个比较厉害一些。这个是涂小雨啊，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的。廖元赫也是，陶欣然今天对十月啊，十月这两天状态不错，我觉得，这两个也是队友，深啊，圳队围甲的队友。是，今天都是这个同室操戈嘛。对。因为以十月的那种战力、那种杀力，我感觉在快棋当中还蛮占优势的。这是我们正在给大家讲解这盘棋，陈贤对谢尔豪，谢尔豪棋下得也很快。哎，这就我们对，就刚刚讲到这个地方。对。这样，我们来接着看对，棋。刚才刚才画王珞丹面看到就这了地方，就黑棋，他扎丁，我估计白的是不是也不会这么直接跑，有点重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考虑不是，我还在想这里面这个东西有没有点借用啊？先去怎么弄他两下是吧？考虑，比如说这儿，
这样是不是容易出奇啊？怎么感尝觉？一尝，跳一跳，有没有这样要出奇了是吗？有没有点东西啊？挡住没有指那我挡住活了。活得很开心，对，好歹我充一个只能打劫，对，打劫又已经很开心那了，已经很因为开没心付出什么太大了，代价，是。就感觉他白的可能不会这么直接的，就直接往外出，可能还是会找点借用吧，对，不黑知棋道它这里面有没有直接出棋的手法。有点东西，如果你跟着印里边，好像味道是有点坏。黑棋实战的选择，我觉得是一种思路啊。他脱先了，大吃，对，我要，我往这儿贴，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，就感觉有点 硬，对，就是，感我觉有觉得点硬。他棋特别硬，就感觉，就感觉就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完全不会往这儿想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不，因为这个从棋感上来说，你是凑一个锦棋对，二你字见头你呀。是这是二子头，就人家起对是呀，先手，就当然他可以先不从起棋感上来说，这是逼别人搬你二字头呀，啊。所以不会往这想，是我们棋感上来说会感觉有点俗，因为走在别人后边嘛。但他的思路是。从最大的一条线过来，把这个子给鲸吞了，大吃这颗子。这也够黑的哈，这下的。如果你在脚上再出点什么棋的话，可能不是大问题。我要把这儿鲸吞掉，这脚还见小他啊。从这儿过来之后，对脚也是一种防护。比如说你搬，我不见得还跟着你搬了，我就下掉别有的可是能吧？走外面什么，大吃你这种，因为你这地方没有路嘛，我子儿多了之后，你出来也没有关系。够狠的这对，所以下他法。是想把效率撑到最大，最狠。他是这个想法嘛？但是从棋感上来说，确实硬还是硬了，有点硬。我就觉得好硬，这感觉，连扳，然后，就总体下成这样，我感觉没有白棋下的那么自然，是的，是的，硬推就硬推。那白棋底下是不是得想点招出来？这不能就这么全是黑的啦，这我就绝对不能答应这件事对，这边好像应该是黑的了吧？儿。这要再出棋，黑的可能不能答应。那我这个子，这我得地方就怎看，么也得想点办法。活肯定就看怎么。活成什么样？对，或者你比跑如走说多还是少？点这个，那就那算了。比你刚才那个尖黑的效率要高是的，多了。是的。这样黑棋下来把这吃了，黑的效率还那可以。确实。那就拖了连扳什么，拖了连扳他也会把这子吃掉嘛。往外跑的时候，你争我是不是还跑出来？反正这地方要攻防，确实也是要看看。但是走我着就在走想，着，你这个拖，如果说白棋现在拖这个的话，他会不会拖下我狠手了？搬这个，对，要下狠手再扳的话，这是不是不太肯啊？这样的话，退后手啊？这样的话，你退后手我就飞这边，反对，正他要下狠手了，这里，对，退是后手，也没什么不是这可。个意思。对，也还好。那比如说，我觉得你得先那也不断，也你先断先是断硬这手。个，如果你打我，我还保挺证讨退厌，先手。那是先断还挺讨厌，对，我先断你，你麻一点，挺麻，要不就平 我觉得黑棋这地方就找最狠的下了对，黑的肯定是要，没有是要退的。找最狠的下了，你绝对不可能让你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活脚，或者是在这边，如果你下到这儿，我可以接受，对，但白棋现在也有一点，就是随着黑棋的这个下法，我们会发现白棋好像也这边也挺大很自然的长了好多。呀，是的，所以白棋，他实战的思路也是，也没这有去纠缠，是，因为直接来搞的话，确实也搞不清。这需要判断，这判对。断太重要了，这围到什么地方够了，这太难了，这件事情，他我实觉在，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判断，他觉得形势不错的一得，种下是法。的，如果形势觉得不利，肯定会是去战斗。这个下法的意思就是，咱们就对围，我就可以。而且他这个棋除了他自己围控，他对黑棋这块棋是有威胁的。对，走着走着，这块棋其实没对，活其实嘛。没活。所以双方棋还是比较拼判断的。对，这个白非的常这难，边这个不判断活，这件事情。走了这个黑的就
也不好再跟着走，走什么感觉都被便宜了。你不能让他挣一个，你跟着一起那走便一个，宜那了，就肯定是亏了啊。所以双方契合，就是各为各的，你不是想下到这儿吗？我连这儿都不让你下，这全是我的，这全是我那现在应该是你的，的。所以我就说白棋这个是比较有，得判断。这太难了，这哪数得清啊？有时间嘛，有时间花时间判断，花人多对，想。你给我半个小时，我也不见得数得清，到底是然数后到我哪儿。感觉上白的应该还可以，毕竟黑棋一块，白棋两块。是的。白棋感觉，因为自身的效率确实也很高的。看好，白棋，这那你不走，我就接着飞过。他跳了一个。跳了，你看这，我觉得对吧？他这个是一种姿态，他觉得挺从容的这棋。他感觉自己挺不错。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也觉得这怎么拦我走到这儿？你能把我怎样？我觉得明显效率更高一些，可以的。对吧？一个是这个，或者这地方我就搬了连扳，对吧？也其实也很想走啊，为什么不搬了连扳掉呢？还有一丝要跑的幻想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的话，几千手搬了连扳，你应该没有脾气吧？你不会还要反击我我吧？正在想这件事情，正在想这件事，我能不能下得狠一点啊？这个。这个太狠了，实在是。这里边儿，这能不能行啊？你这里边儿，我现在这搬里面你一味道个，太恶我搬你一个，这你真的，了。这真的可以吗？这断点真的有点太多了，我有点怀疑，对，我是真的有点我觉怀得疑，这得还算了这算算了了，吧，算了。那我觉得白走掉再配上你这个飞，感觉是比较积极的下法，这样效率比较高一些。他实战这个，我感觉是明显优势的一种下法。那个我也很不稳，太明白，他明明很可稳。以飞过去，他为什么是跳的呢？这件事我想不通。就是从子效上来说，这个肯定要高得多，而且对黑棋的眼位的威胁，他后如果续这个棋形的话，紧他凑靠多一了。个那下，我就围嘛，我然这后再靠这个，靠哪个？靠这个。你这干啥？哦，你就长啊，着。对，全吃了。这个棋想形。的完全不对，这棋形不是是这么一回点事问题没有，那这个完全可以。那我总想飞的，总觉得比跳要好一点，好对像。啊，我就把这姐搬掉也没啥亏的，走这个黑棋跳。对，跳也巨大从招法上来说呢，我感觉白棋偏稳健，黑棋还是要更积极一些。呀。但如果这么下就够了，只能说黑棋前面的布局还是思路有上问题，不太成功。是的，白的就很简单，这下的，是的。你跳，然后通过攻击来定型，飞一个是一个要点，灭眼，本身也是收官。给你留条路，我不对，是说非要杀你但是你这个黑棋他，对，我白棋这个绝对是赢棋的下是啊，我觉得他下得太稳健了，人家小尖法。他这就尖这么守住这，这个是这守样，守牢。没有问题。这棋就很简明了，其对实呀，就是白的如果不够，那白棋这个选择就太缓了。错了，白棋如果赢了，那就是赢棋不闹事。那你这判断好，对，厉害，我们只能说，这棋里面，这真的是挺简，这太简明了，再我走一还会儿，马上就快下完啊，了。是，他没干什么吧？我觉这一定是一盘手术不会特别长的对局，因为双方的空都比较大。双方没有走多少手棋，一人围了大概，都朝着百目去的。太大了，我有点。看看黑棋实战，他是搬了一个，还白的敢一搬？看，这还敢搬？你还敢搬？这实在忍不了了。这我就算再优势，主要这个没有任何风险。他这边还吊着呢，都。这个白的太厚了，这个没有任何风险的下法，这怎么还能搬呢？我也不明白他怎么能搬呢？这扳子人家不明显要断吗？然后再弃了，我天呐，没有好的理由。不能就这么一个一个被人家吃了吧？这个不能理解为这叫整形吧？我天，这不叫整形吗？这个好像有点。那实战他就这么下的，都扳完打完一虎，不太对。现在觉得白棋这个跳位就不错了。
啊，不过那它是，就是因为它跳，所以它才对，下成这个样子的。对对对，它如果飞的话，它的下法可能不一样。对，它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我要飞一个要收控，把你往外赶赶，然这后把最简头单围一起种来。手法，这最简哦，单的一下种的手好法，简单，嗯。觉得这个。但黑的这个班，黑的是不是觉得白棋这种下法，还想他顺着对方这个思路想去再占点便宜？他觉得白棋下的偏缓，但是这不明显亏了吗？这白棋真的是好判断啊，这确实。那现在把角围住呗，他冲了一啊，个吧，这冲死吃也很这个也大，挺大，冲死也很嗯，大，是的，冲死主要是后。对，不然他这个子连回来之后，这里边要不要补，其实味道不太好。对，是的，冲反正就安定了，这就嗯。都不用补。目数上来说，其实这个角可能要比这个冲要大一点。但就，是它有一个很不舒服的嗯，地方，就是接下来被黑棋冲，对，这就是冲这个，它对，有一个附属的付出的一个代价。它被人家刺了一下，对，就这是，地方会少几目棋，因为对，本来我不冲这个，你为了连这个子，你也不能直接连。是，你得冲完还得成这个，就说我们计算这局部的价值来说的话，你得把这个价值，你还得去扣掉这地方的损失。其实目数上来说没有那么大，肯定是这个角大，那只能理解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呀。他觉太得自信了，我觉这个得，本身吃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十十二十三，大概15目棋吧，15目棋。然后这地方被人点一下，点一下，你别说，点掉挺多目的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点完将来他是是，往回一贴嘛，你只有拐过，对，被人猴几下。本来刚才那个图这都是目，这嗯。地方差了5目棋，15目还要扣掉5目，这手棋本身实地只有10目，那不如这个吧，这个至少20目朝上啊，这个嗯，大场啊，这是，所这以。里那我就比如说跳一个就行了，是吧？跳一个还你是，如果觉得保你还可以再稳健点，我 这个跳一太个扎实加，了，对，这都可以，就是怎么下都肯定比这个大，但这个就是突出一个厚，安全，这太厚了，我他这担下心的。别人冲完长安粘以后这地方有个点，看不清，不过这个万黑一棋如果要连的话，它是，它能不能单贴这个呀？能贴这个。能不能行啊？这样。有点，这个配合下好像行。我挤你粘这个，好像行。打我应有该点不能看立，不这有清。个断，打如果嗯。立的话，我就打这那个，这有个断，然后断就打底下嘛，也看不哦，清楚。滚刀也没用滚刀也没活，只是意外的是，滚刀也没有活。哦，但是滚刀，但滚刀，我这个，这吃完两我再这立一下立来，好像杀不赢再吧？我煎觉得，完做个眼。我觉得他杀不赢。这棋是这样，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吧。对，反好像正有点棋，是这样，好像是个他打吃。是个打劫，好像。假如说是这样子，这个白的，我觉得不会这么平下这太拼了，下的。的。白的没。这个如果说你要杀我呢，我就先把这个立了呗，省得这个待会看不清。那你肯定得管，然后我把这个打了，对，这白的不行，这肯定不行，切了先手，棋也先手。我就把这儿都下了，我再立，这那你肯定杀不杀赢不我，过。那肯定杀不赢，这白的不毫无行。疑问，嗯。啊，那贴这个，贴这个就说这地方还是有点。嗯，这地方好几目棋，会好一点，比冲的长，目数上会好一点。对，他如果贴回来的话会好一点，然后这个还但是你有个顶到头也就15目，对吧？你就算跟这没关系，这也就是个15目，也没有这个大。但这个确实厚，味道对，最好。是的。这绝对就是觉得赢了呀。那如果这棋就这么赢了，那也太轻松了，就感觉赢了。就不过这个好人的像，判断好啊，你只能说好判断啊，嗯，只能这么赞叹一下。就感觉也没干啥，对，我就没干什么，我把控，你为你的吗？我为我的就完了，然后就赢然后就赢了。你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了。断一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打吃。不是，这棋拐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啊？拐的不是挤住，这里边能有棋啊？不能吧？我觉得不可能吧？那拐一个被挤住，不亏好几目吗？那啥意思啊？难道不是贴的吗？这棋？
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对啊，这白叉这一二三四四目他就这样会这冲一下，但他打呢？啊，吃先手关系也不大呀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没看懂我也没看明白呀。啊。啊，他要出棋，哎，他还真是要出棋，他就是不够了，他觉得不够了。他不收了，这里我不边收了是吧？里边要。这里面要出棋啊！就我打就个我粘什么这靠，我就要出棋，收不动了，我简直是就收不了了。啊！我被惊到了，我又被惊到了。只能说是胜负手吧，但是好像他是打不算太像行的样这儿有靠吗？我帮他想了半天招，我也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招啊。这有个靠，子。一通这样，乱，不，我觉得是一通乱搞，靠就这是个怎么样？靠这个白的你就就。算了，我就拐嘛，冲！这不便宜吧？便宜吧？那我接上哦哦，了，长呀长啊，你可以长呀，是吧？接是接不上。这就走不着。嗯，我早年什么时候能不能吃拐这打一到一下？吃完这一个，然后再围这个，不便宜吧？这里边这个味道，这不对吧？这刚才你那招又出来不了，累，找你又多了一堆断点。这不行，这打完了这个挤完了这个全是，我这不行，这不能行。不知道，或者他贴这个，什么贴完贴和贴完跳，再靠打了粘，再点进去，哦，连根儿一块儿拽试出来试，是吧？给你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这个能不能行？这个顶住呢？我感觉上是黑棋勉强，但我也是觉得你不就太是行，不是，我就打嘛。就打这儿，那这气够吗？这样。不知道，我先搭你一下。搭我一下，我想想也搞不清。啊。你如果先打着一下，好像不太行。打着是不是气已经长了？啊，就是你就算胡，我也不知道黑的行不行。我要贴住，我要嗯，贴也住，我可得以，贴，我得对，贴住你，贴住气紧一点，这样好像看起来，对，嗯，这样气好一也勉强。看看他吧，他是怎么计划的？点。哦，他是计划是打这个，拐打，先打着了，这下算你打着打着了之后打这个，了。啊？哇，他立了一个。就白的是不肯退让嘛。那肯定啊，其实，我觉得黑给你的打这算了是吧？长玩家这个已经亏了好多了。我这地方就给你占点便宜，区别是不是也不大啊？差挺多的。他不肯，哦，这区对，别这太差大挺了，多的，区别太这大，底下差挺多的。所以不他能。如果说立了天了，主要他也没看懂，他是不知道有什么这你棋。到底在干嘛是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是五目，这差两目。主要白的差四目，白的要差四目一共差六目，了，哦，那所以不差有太点行。多，嗯，那差六目不能忍。那这不行，不能忍，因为打完你肯定是脱先的，人家搬了这一路搬是先手，啊、哦？哇，他真的要在里面出棋啊，他不出棋，他在他干这什就么？不够了，他肯定不够的，他这就拼一下呗，那就啊？还能这样啊，我们眼睛。这要是能出棋，那只能说他下的好。那这 我们就只能在这里感叹，不太像。这能行吗？啊？断打，没太明白。这就拼这一下了，反正死活都是这一下了。这出不了棋，肯定是已经亏到飞起来了。这个，这有啥钱啊？哎呀，我觉得我下这儿他的。也不行，他还是要中间，还是要中间，利用上面多中间贴。他要贴一下，嗯，贴着一下有我觉得什么出棋的关棋？键还是这地方。他是打算靠这个，他如果贴一个是先手的话，这里面，他只要能打着一下，他肯定要出问题吧？我觉得，那我贴你不好应啊，因为你走这个嘛，我先靠你一个。你如果感应我贴，不就绝心了吗？贴我就拐呗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这还连不着对，这是连着呢。的呀。那先贴这 先贴这个，我想想啊，这我得硬，不硬要出问题贴这个应该了。是还
那我得搬住吧，这得扛住你吧，这搬扛好像不行。住，我是不是直接打完一针就出事儿了呀？啊，打完一针就行了。你，哦，你加这个，对呀，加一个吗？我这里面感觉没东西，这不对吧？这我现在这滚这掉打两下，是，你唬一个先，然后对，就。这感觉好像，就觉得好像好后像面会出事。有大问题啊！我打完打滚包完之后，随便感觉有操作，那不行，那我就换一个，我想想，让我还想想。是得看中间，嗯，他是先靠的，他是先靠的，靠肯定靠到了嘛，然后再贴一对，下。这下肯定是要白的只能被贴到，他这个肯藏定着被一贴到，就是看这里边个。这边他想靠干什这么？个吗？他就是靠的。靠我就冲，冲他就冲一个，那是不是刚才那个就图？转。那你那有点多吧，吃的。我也把你冲烂了，接上。便宜吗？我冲这个也是，冲这个他只能拐打吧。就这个转换。算了，那我就护住呗，护哪儿？这个，护住。不便宜吧？这黑的，落一后手。这个地方长个15目，朝上破了白棋，大概也就10多目吧。这个我怎么觉得很不安全？这被打了之后，我看这个棋形，我就觉得心里直含糊。这肯定有问题嘛！这地方这什么刺我不，靠我跳在这棋，儿，我又怕被穿进来是什么样？我也没把握把你吃了，我觉得。这味道实在太坏对吧？我围到哪儿啊？你说我让我围到哪儿？那如果说白棋这么简明的转换就可以的话，那黑棋肯定是不行。我觉得白棋弃了就可以。弃了就行了，是吧？就是确实，目前显示白棋胜率依然是接近90%，整体黑的应该不便宜，不便宜是吧？白的是走什么？他就是这么下的，那看我也来他只得能这么下看吧，清了，就这么下。就这么下吧，那就黑的，吃提掉，这关键那在于就看清冲了，呗，对，他就是啊，这样，就这么下。就是这么下，跟我们摆的一样，拐打尝一个。但是这再他跳在这儿，撑住。撑住！哎呦，我心里直打鼓，真的，这能不能吃得掉啊？没什么好打鼓，不他够了，只能这么干不了，够了，打反什正么只鼓？能这么干了，形势不所行迫，了。对不对？嗯，那人家尖顶了，没这一办带法。确实你，这个有个穿，你这一带如果一旦被虎着一下的话，基本上是很那难他是。就坚定你长，我就搬砖，这是个啊，收的就舒服。这个黑你的先整体转尝换，一下。还要搞？嗯，这边还有搞头。不够了，那他什么招都想得出来。白棋夹这是要住，干嘛？点33，对，点33，接着搞，得搞。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啊！这，不是早干嘛去了？早先就布局这下嗯，法，我感觉发出了这早种这么赞，是。这不行了。这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子被征掉了，我看了一下。真这不的就行，转换嘛？打吃，活脚从目数上来说还是便宜的吧？接上，打这个他吃。要不行，只能说输太多了呀。我也觉得他亏，他这不接下来马上就要穿出来了，那补一个呀？这还不补？补一个呀？他现在没走，贴啊！现在已经快进入读秒了，估计贴一个这样目数怎么样？这脚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活的还挺大呀。可以，这个转换从目数上来说，黑的肯黑定的可以便宜接了受。是吧？这损了一下，靠一下没少损。只能说这不够了。那就输太多了，意思是那可能真的时控差，主要输他太又多落一后手，这个被白棋抢，这个断又没少，了。哦，断一个没少亏，他打了一下这个又好损了心一下。疼啊！本来是只能这样的，白对。棋只能在这儿，然后你断了又他不被能我拐拐上，的，这也要昏过去。没少亏。嗯，是的，黑棋中间冲了一下，在这儿你冲几下你扳也得住。补吧？这肯定得补啊，不补哪成啊？这个黑的还能真到先手把那俩吃了吗？我觉得做不到，做不到。这肯定是做不到的。这补一个，白的把那吃了，目数怎么样？反正我是看着胜率，我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
如果是这样，假如说这样，嗯。79目，86，96，103，黑的103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七，这棋，哎，他很拼了，他下的，看他下这儿。假如说判断的时候就判断成，比如黑棋补一个，然后白棋拐这儿，是吧？他就搬一个，然后回去。这不是飞到天上了吗？已经，啊，差这么多！我看这儿判断也就是差不多，盘面差不多。盘面不能够。他所以他拼啊，他挡住我。就说我刚刚点了一下黑棋补一手，白棋把那吃了，盘面黑棋是绝对不够了。盘面不够是吧？盘那面就是没得收了。明显不够，而且哎，他顶一个。便宜点，哦，便宜一点点，便宜点，好一点。这个一点点是在何处呢？就本来我拐嘛，你搬我吃嘛，不你哦，挡道一下，我不是多补一个嘛？那五目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目，便宜了，又1/3。你是说黑棋挡着一下，然后再回补，它便宜了一点儿，是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以为你说白棋这个顶比尖一个没有黑便宜，棋挡完脱先便宜了，我没听懂，黑棋挡完我脱没先，有听懂。黑的挡一下先手便宜，现在因为黑棋这个必须嗯，得补，要不然被穿出来怎么办呢？那样没法抵挡。不输多了，这不挡了，输多了是吧？我点了下目，这不行了，这这不走能太行远了，了。这棋有点远了。然后呢，打看看将，他下什不，么了？这棋也太，我感觉输的有点脆整吧？盘棋太脆了，白的啥也没干，走盘面都要好，而且，其实，我觉得每一个变化都是黑棋选择的，黑棋跳是一个黑棋选择的一个局面，然后人家打入你拖了连扳也是你主动选择的，白棋只不过是跟着你走，他全跟着你走。然后你就不行贴也是你贴上来的，你贴我就跟着你搬，了，对吧？我都不活了，我就围，赢了。所有的变化都是黑棋选择的，选完之后输多了。我觉得这盘棋输在判断上嘛，黑棋拼了。不是黑棋拼了，白棋连这白棋都不拼了，他刚才去拿，哦，他断了一下，白对。的说算了。人家都不跟你拼，是吧？这个是。我觉得是也属于零风险的那种拼吧，这我觉得真没风险。这他还能，主要你冲完之后，你只能冲这个，不然你也断不了我。这还有个跑，你冲完冲我就长，你今天哪怕我就压过来，把这俩弃了，白的都便宜。把这个子连过来还是很这是虚零风险，白的是不是想虎一下再穿的。先虎一下啊？再穿的话，那这，这个风险系数又哎，降不低了。穿也赢了，空还没法收。看他下的什么？盘面是不够的，棋。看来今天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陈贤，把这个柯洁赢了的陈贤，要倒在谢尔豪的刀下这盘不发挥。了。这盘谢尔豪下的太清楚了，这简直你根本就……我觉得也不能说那只能说白陈棋，贤这就问题太大了。对，我觉得他的选择判断也有问题。白的真没干啥，白的只能说下的很中规中矩，都是挑最扎实的在下。是的，补这个，先这什么防意穿思嘛，就虎到一下，你不好意思穿我了。也不知道人家就穿你能怎么样啊？那我就这儿跳一个，比如说。对，跳一个，他是不是先冲我一下？跳然一个，后，我现在搞一搞，麻一麻，先这样。冲，要不你跳这个扎实点？那继续扎实是吧？因为我觉得跳这个这穿好像还是可以的呀，拦不住我这穿嘛，我想穿，就跳这个。他是跳的这个。
扎下的实，太扎，白棋就扎实，怎扎么实就扎实行怎么了，对。怎么扎实怎么来，是吧？我感觉谢尔豪应该还没读秒，谢尔豪本来就下得快，因为2点开始下嘛，现在不到四不点，到四陈点，贤很明显早先就开始读秒了，对，对，那是谢的，尔豪显然到现在还是有时间的，至少还有10分钟保留时间，这个棋想翻盘不不太容现易了，实。是吧？白的还有保留时间，然后形势明显优势，就简单收收也行，穿我觉得也没哎，啥那你风刚险。才判断是这儿拐了打回去的吧？对，拐来打回去，白棋赢太多了，那但是这样一来，这儿差很多呀。差十目棋嘛。啊，我刚才算你贴了一个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差十目九不十足十以一弥十二十补三十四十五，这不差止啊，距。这又是差十五。他虎了一个，他如果说这边如果黑棋能全撑住，有没有可能有点机会呢？感觉。不是这个穿他怎么办？我发愁这件事，穿越怎么办？但但他现在我是觉得你要穿这些还肯定是不走好，肯定是不走好。这里面味道真恶，我看着。他如果挡一个，这断吗？断。哎呦，太危险了！我觉得这件事太危险。这个棋形，这不出棋我都觉得不太可能这件事儿。挤你一下，挡住，要不先挤吧，万一你立呢，对吧？我穿打之一个前。我感觉他不能要了吧？这两个词，他那如果说全撑住这样，这样，这里面不出棋，我都觉得主要这你到底是我要改顶还姓是儿，提啊？那提只有吧。提了吧？这辈子再打一下，然后再，我是这个味道太恶劣了，这实在是。这里面不出棋的话，我觉得我都要，这顶能撑住，打这住。能撑得住吗？接上还有接上，然后再冲一下，我这把怎么太恶劣了？这棋形过于恶劣，只能挡，那就断一个，斩首。那肯定活了。那我就粘还不行吗？粘我活小行吗？活脚总行了吧？我要求不高。我不会把自己走死了吧？也不是，你把俩吃了，杀气长一个，黑的也不行，你好像选黑择的比也较没活，多是对。吧？这里面味道太恶了，实在是。我出奇，感觉方法方法很多，对，感觉感觉是。主要是你穿了挡一下，哪怕再长回来让黑棋收收气，穿本身也不亏，稍微黑的收两口气，穿一下也不怎么亏，就看看谢尔豪的招吧，可以看看试谢试。尔豪的招。这里面味道太恶了，实在是要想没棋好像不太容易这件事。没棋也不够。这个还没挤掉。他靠了一个，他是，哎，他是跳，然后黑棋虎。搬了一下，哦，他是搬了一下。我靠！对，反正够也扎都实的。是为这个穿再看看嘛。对，做准备，试一下黑棋的应手。穿我觉得黑的可能只能冲完拐算了，冲完拐一个吧，差不多吧，粘挡住，将来断再，可能稍微再便宜一点算了。白的是不是想直接出棋啊？靠虎一个，虎一个里面是什么东西？那他就搬的长或者顶打都是先手了。你这样一来的话，或者说搬打的时候，你是打这个吗？那还是打这个吧？知道，不知道打哪个是吧？选择太多了。但确实里面味道太恶了，这里面。总是能占点便宜的吧？是的，感觉是这样。这个时候，哎，他是打了个将是吧？黑棋，粘了一下。打将。他们这个进入读秒是一次1分钟的，就1分钟就不能过，只有一次，对。所以这棋很刺激啊。这里面这个计算，因为我本身就觉得有棋，不是没棋也输这了，没棋棋没黑棋棋都都不太输行。哎呀，这实在是替黑棋觉得。
难过，有点。其实人家下的太简单了，主要人家也没下什么特别厉害的招，然后就觉得黑棋就不行是自己的问题吧？我觉得是那还黑是前棋面布结构的问局题判断上出现失误。扳机，他是扳机下的。扳机越看越薄，可以穿了感觉。是。这棋呢下到这儿呢，已经显示白棋的胜率是99.9%，99.7%。冲了一下，他冲一下，他没走了。那现在就下到就不冲嘛。对，冲一个，我觉得黑棋应该能看清，这白棋肯定能看清这棋，而且谢尔豪又没读秒，再加上谢尔豪他本身他就擅长这个，问他题不擅大，长这个，没问题。其实白我的应觉得该应该是没赢什么问了。题，我觉得换个人去下也没什么，所以这盘棋呢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。这目前看来确实是谢尔豪形势非常的好啊，离拿下已经不远了。虽然说还没有结束啊，那么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呢将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另外一盘，